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秋园，这里收集了全球近七分之一的已知植物。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建成于1762年，曾经是英国的最高建筑。塔檐上的龙见证了200多年前关于东方的想象。他们模仿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建造了中式园林。他们迷恋着中国画里的牡丹花，觉得牡丹和龙一样，一定是中国人虚构的花卉图腾。直到有一天，当栩栩如生的植物绘画、实实在在的花卉标本来到面前，他们才相信牡丹竟是真的。而这一声声惊叹，无不印证着天下真花独牡丹的千古颂传。上海辰山植物园收集了来自71个国家的特色植物约14000多种。人们在这里保育植物，也精研植物。这个花呢是露色系的花，你看，这个花型更饱满一点，我们就选这一个。袁军辉博士和同事投入牡丹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进入了第7个年头。他们期待用科学数据解读中国牡丹的秘密。牡丹基因组的复杂程度啊，就简单的从一个数字来说，人类的基因组只有3个G的大小，牡丹基因组15个G，大小呢就是它的5倍。人类的基因的话只有2万多个，牡丹有8万多个，接近9万个，是它的4倍。根据中科院洪德元院士团队的研究，全世界牡丹组一共有9种野生牡丹，它们全都产自中国。而今天，通过深入研究牡丹基因组，就能进一步理解牡丹的前世今生。牡丹花开得很漂亮，特别是重瓣的花，我们从基因层面现在找到其中2个基因在一个部位的共同表达，然后让牡丹的花瓣增多的这么一个机制，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主要的研究的成果。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牡丹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研究人员正等待最后的数据组装和成果检验。基因组是一切信息的来源和基础，所以解析基因组就是解析遗传密码。我们解析了基因组以后，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也可以让它在野外怎么样更好的生存，这也是我们人类应该给牡丹去做的。这是菏泽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花开延时视频。当他把这段影像发布在互联网上后，牡丹之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往我打电话的、发短信的很多，
有的说他10岁半的外孙女一直在哭，他看了这个片子他竟然不哭，安静下来，说你这个牡丹太神奇了，基本上每天都有打电话的，还有从国外打来的。记录牡丹花开的过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民谚有谷雨三朝看牡丹之说，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不与百花争艳的牡丹才开始吐露芬芳。牡丹的花期很短暂，花开的20天成为桑丘华每一年最大的守候。一年就盼着一个花季，一个花季就那6-7天，最好的时间就那6-7天。那每天上午日出后2个小时，再到中午11点前，那一天有几个小时可说，再加上那中间又有阴天刮风下雨，屈指可数的时间，所以那就是强盼。豆绿，牡丹传统名品，花形似绣球，因色如青豆而得名。为了拍出豆绿开花的延时镜头，需要提前搭棚选好机位，同时提供不间断的光照。这个豆绿不好拍，豆绿花开得很慢，我上次拍了7天7夜都没成功。话又失败了。美好东西的获得似乎总是不易。拍牡丹花失败是经常的，拍着拍着之后，它出镜了；拍着拍着它跑焦了，因为付出那么多，结果这个。影响育种进度。每每对，没了。昨天长得不好吧？得2天了那个。将一种牡丹的花粉播撒在另一株牡丹的花蕊上，后代将可能拥有与两种牡丹不同的特征。花粉不断互换，开花结实，从而诞生出一朵朵迥然不同的美丽花朵。千百年来，熟悉的画面一代一代未曾改变。我就坚持做，别管他们做不做，我就一直做下去。我得为后人着想，就是把这个品种能保留住。牡丹春发枝，夏打盹，秋长根，冬休眠。从萌动露芽，新枝立蕾，展叶透色，初开盛放，再到落花孕育，
牡丹身旁总少不了守候的身影。百花园里的牡丹不仅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希望和荣耀，也有幸成为了桑丘华镜头中凝固的时光片段。1983年，桑丘华第一次扛着照相机来到牡丹园。当第一声快门定格之后，他就爱上了这朵花。牡丹成了他镜头中永远的主角。朝花夕拾，一路走来，从企业职工到自由摄影师，从拍照片到录视频，和牡丹相处越久，镜头里的牡丹也不断给桑丘华带来美的惊喜。啊，非常美，但是你只有多去多观察多拍才能发现，这些原来不知道那些花样也是如此的美。再一个追小嘛，行，陪到2点多，很累了，就坐地上休息的，就在我前方。哎，我一看，这不是一个花仙吗？啊，仔细一看，哎，是不是像个观音？嗯，很有层次。他现在都57周岁了，我觉得他的精力吧，大部分就是用在摄影上，搞摄影都是痴迷的，简直是个都快。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候拍起来照片干起活来就是不顾一切，用这个废寝忘食来形容他一点就不夸张。我家之前的家当就是他的这些器材，别的地方他还真不舍得买那名牌的衣服，可是呢，这个摄影摄像器材那得要好嘞。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桑丘华有着自己的牡丹影像数据库，4万余幅牡丹照片，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花叶惊雷等，其分类细致，题材全面，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所有的数据中唯独缺乏种子发芽的影像，这是桑丘华一直未曾尝试的挑战。从种子发芽到开花，完成一朵花一生的旅程，他想尝试拍摄牡丹种子发芽的全过程。没有经验可循，就是慢慢自己摸索，拍着拍着死掉了。第一次拍摄牡丹种子发芽，桑丘华没能拍出满意的效果。忙着岁数吧？啊，来了。啊，就是忙上了。在求教了老朋友孙文海之后，那颗萌动的种子也在期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四月，漫长的冬季过后，英格兰的花园苏醒了。简·基尔·帕特里克女士，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职业作家。20多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搬到了英格兰中部这个安静的小镇。父亲打造了一个不小的花园，受他影响，简也爱上了园艺。然而，当他打理起这些花花草草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I was so interested in the fact that so many of the plants that we think of in this country as English garden plants actually came from China. How did they get here? Who brought them? Who grew them? And as I'm an historian and a gardener, I started researching seriously and began to write the book that eventually turned into the book that the 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And one of the great plant hunters, E.H. Wilson, he called China the mother of gardens. And that is absolutely right. Jen 从没想过，学历史的自己会一头扎进中国植物的西游记里。从起初追寻自家花园里那朵洛克牡丹的来历开始，他追寻到很多花开自中国的故事。几百年来，植物猎人千山万水带回来一颗颗种子，异域盛放的中国花儿轻靡欧洲。简的文字不仅打开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也唤起他记忆深处某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I was actually born in Hong Kong, so I have this early Chinese background, and my first memory is sitting on a step in a little Chinese street talking to somebody. I think it must have been my Chinese ama. I'm pretty sure it was. 简确信他人生中最初的记忆就是中国奶妈的轻声细语。或许当时就抱着他坐在街角的花园里，而每当他写下人与花的故事时，他仿佛能够听到自己故事里人物的低吟私语。 I think that gardening is about people. If you ignore the people, you lose the story. So although the first Chinese gardeners, we have no names for themBut I know they gardened like I do. They worried about weeds, they worried about insects, they worried about bad weather, all the things that gardeners today worry about. The very first Chinese gardeners, over 1,000 years ago, that worried them. And I find that is an extraordinarily strong connection. I'm so glad you can come, and let's hope we have a day like today. Wouldn't that be brilliant? Oh, it would be so fabulous.But anyway, just pray for not rain. We just have to. 简正在筹备今年的花园开放日，这是每年5月在全英国开展的家庭园艺慈善活动。Well, in my case, I think it's about the middle of May. I'm opening my garden for the National Garden Scheme to raise money for nursing charities, and people pay to come in and look at my garden. We serve cake and tea, and.All the money raised goes to the National Garden Scheme. Ooh, come on now. 离开放日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简已经担心起天气。去年的遭遇让他放心不下花园里那株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洛克牡丹。大雨不仅会影响牡丹花开，也会让参观效果大打折扣。Last year, when I opened my garden, it rained the whole day. So that is gardening in England, rain. And if we have nice weather, it's a nice day. 阳光里，牡丹花的花苞已经垂萼透色，和花园里很多中国植物一样，这株洛克牡丹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花。种子如何而来，
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在洛克牡丹的故乡中国甘肃，它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紫斑牡丹。紫斑牡丹因花瓣基部具有墨紫色或紫红色大斑而得名，它起源于中国西北的野生种紫斑牡丹。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这里是紫斑牡丹最初被西方人发现的地方。1925年的春天，卓尼禅定寺来了一位美国人，植物猎人洛克。正是在禅定寺，洛克把喇嘛从深山采来土司亲手栽培的紫斑牡丹种子寄回了哈佛。于是在西方，紫斑牡丹又被称作洛克牡丹。5月，英格兰格洛斯特小镇简的花园终于迎来开放的日子。都对花园赞不绝口。当然，来自中国的紫斑牡丹一定是花园的亮点。Look at it and go wow, because it's amazing. And really, when they're in flower, you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in the garden. They are so beautiful. Everyone says, "Oh, it's peony rocci." These beautiful white-flowered peonies with the purple center. We call them all Gansu Mudan Group.And I grow two beautiful ones. One 下午接待了160位参观者，参观人数远远高于去年。简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园艺爱好者。今天的花园开放日非常圆满。It's a way of refreshing your own gardening life.By talking to other gardeners, looking at other gardens, is a nice way of meeting people. And I think gardeners are generally happy people, content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hopeful. They know that they have a chance next year to do better. Kai hua, wei zhi hua. Chinese 的华字，古即为花字。由一朵盛开花朵的原始象形字演变而来，中国人与花同行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故宫首届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迎来了众多游客，也吸引了植物科学绘画师孙英宝。孙英宝手头有幅牡丹科学绘画尚未完工，他觉得中国古代精工写实的花木画或许会带来新的启示。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国画，但是像这样的精细的工笔确实少见。看那些牡丹那个轴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然后画得特别到位。这个中国线条的功夫太厉害了，西方讲究面，中国讲究线，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还有点，这个线呢，其实可以把一些植物的神韵和我们的一些文化能够加进去。孙英宝是中国第四代植物科学绘画师中的一员。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这不仅要求绘画要有很强的艺术性，而且还要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科学绘画忠实于原物，把这个植物的生命进行很深入的解析，尤其是在表现一个植株的时候，就是从根茎、野花果都有。现在有好多人讲嘛，就说这个相机拍多帧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要绘画呢？我觉得在性质上差别非常大，因为绘画的话是我们人通过对这个事物的认知之后，通过内心，通过理解，然后呢画出来的。这是收藏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秋园档案馆的中国植物科学画，花瓣、花蕊、枝干、叶片等，画作对中国花卉的描绘细致入微。这些珍贵的植物绘画都出自于无名的中国画师之手。100多年前，远在欧洲的植物爱好者由于交通等条件的局限，一开始无法获得活体植物，他们的代理人就委托中国画师绘制逼真的植物画，用以满足他们了解植物、享受植物的渴望。这是咱中国的紫斑牡丹哈，非常特殊，也是中国特有的。科学绘画这块呢，它是保持了原有的外部形态和颜色之外，还有那细部的结构，比如说花瓣的数量，那么雄蕊到底多少，那雌蕊、新皮中间那个新皮的防衣啊等等，那是一个对这个物种非常完整的一个表现。上级一颗生命也是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我们在表现一个植物的时候，尤其在画它的时候的话呢，非常珍惜的。整棵牡丹非常大，那么怎样体现这个牡丹它的最主要代表特征很重要，而且画面有限，我就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植株的代表部分，叶片的和花的，把中国的线描那个发挥到我自己的一个极致吧，就是让它尽量流畅，让这个特征呢更加明确。其实它有颜色的，墨分五色嘛，我用墨的深浅和线条的粗细和点的疏密，把这个效果给它展现出来。通过不同视角尺度的转换叠合，合理的运用剖面图、透视图或者分解图，点线面相结合，准确画出器官结构，并凸显细节。随着最后的落笔，一张最新的紫斑牡丹科学绘画宣告完成。在我面前的悬崖峭壁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朵一朵的白色的花朵，那么这个花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牡丹花，这株花可以预测当年的一个旱涝情况。如果说牡丹呢花开个7朵以上，花期又很长的话，那么咱们当年的降雨量可能就是会比较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起到一个预示的作用。长湖银屏山绝壁上这株相传已有千年历史的牡丹，花开20朵，创下了
有观花记录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一株野生种阳山牡丹。离长湖不远的安徽铜陵，四月的凤凰山花开遍野，美不胜收。凤凰山地处长江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当地人把自己种植的牡丹叫做凤丹，它们属于阳山牡丹的直接后裔。单瓣花形，花瓣多为玉白色，或见有粉红。宗教和牡丹打交道的聂荣经几乎天天在田间地头忙碌。从小嘛，就生长在凤丹、牡丹的原产地，家家户户都种牡丹，都加工牡丹，从小耳濡目染。小的时候起挖丹皮，那时候呢是最高兴的，因为一年的收入啊，就指望丹皮的这个销售。自古以来，凤丹进入人类视野的并非颜值，而是它的根。阳山牡丹的根皮可入药，中药名称就叫牡丹皮，药效清热凉血，活血化瘀，是千古名方六味地黄丸的主药之一。凤凰山所产的牡丹皮根粗肉厚，品地上乘。那这个也很好，花粉散脱落的时候可以采，一个它能做花蕊茶，第二个采摘这个花蕊也是给它授粉的一个过程。味道熟悉又踏实。取丹皮根茎若干，把河鲜小鱼放置于竹匾之上，熏制半个多小时，渗入丹皮艳香，入锅蒸煮后即可食用。这是母亲几十年未曾变过的手艺，也是老聂心中一直念念的关于牡丹的味道。在汉代，当牡丹的名字作为药材第一次出现在《神农本草经》时，其实自然界还没有红色的牡丹，那个丹字也许仅仅是指牡丹花的根。牡丹因药得名，却因花出名。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见满园萧瑟，诏令百花冒雪开放，唯有牡丹不从。女皇大怒，遂命纵火烧之，并将牡丹贬至洛阳，谁知牡丹却生根怒放。四月的洛阳，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兴起于隋朝，繁盛于唐宋，牡丹被国人奉为太平盛世与生活富贵的象征。历代园艺大师巧植善种，洛阳牡丹珍品不断。
中国牡丹园艺品种根据栽培地区和野生园种的不同，主要有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四个牡丹品种群。1000年前，当欧阳修写下《洛阳牡丹记》时，牡丹的品种不过24种。1000年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牡丹品种群就已达到1500多种。这是中国人与牡丹共同书写的自然神奇。5月，高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曾秀丽和她的课题组早早的就上山了。这里是珍稀野生大花黄牡丹的原生地，作为中国独有的宝贵种质资源，大花黄牡丹曾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级别。所以为啥我们说大花黄牡丹，它的叶柄这么大这么长，确实很高的。我们当时测了植株大小大概是3.6米的那个高和冠幅，我们经常形容它是牡丹巨人。这个其实我们平时看它弯的是那个刚刚开的花，这个你看这个就弯得很明显，它这样一就是往下一弯的话，它很可能生长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青藏高原。牡丹巨人大花黄以其挺拔的植株，纯正的明黄冠绝牡丹界。将大花黄牡丹优良的基因和特性培育进其他牡丹品种，孕育出新的牡丹，这是曾秀丽扎根高原的初衷。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黄色的重瓣牡丹，然后如果能植株高大也行，只要是把西藏的牡丹的基因导进去，那我们也就算成了。13.59，34.16。花序测量是这次考察的任务之一。从一株大花黄牡丹开出的第一朵花开始，到开出的最后一朵花结束，科研人员必须一早一晚统计花的数量，并为它们依次编号。这样的工作看似枯燥乏味，但在曾秀丽看来，这样的基础研究依然不可或缺。你有30朵花，一个花就是一个数据，你要根据你的实验设计来选定你有哪一个统计方法，还就也要注意方向。你要是有不同的海拔高度，那就有点麻烦了，海拔高度如果你这儿差了100米，那开花期就影响很大的。尽快整理一下的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可能会有指导意义一点。大花黄牡丹怎么在这个西藏这个样子长期的适应着？我们怎么打破它这个生殖隔离？怎么能够育出新品种？真是道路漫长，高原上非常耗体力。就这几年有点感觉到体力上有点跟不上，后继乏力的那种感觉。当年曾秀丽给自己设定的期限是10年，但10年过去了，目标依然有些遥远，一切似乎也只是开了个头。20多天了啊，对，有20多天，反正那只是一个想法吧，能做到哪一步现在确实不知道。那个牡丹在这儿也叫黄牡丹吗？哎，我听说藏语叫边妈美多。哎，所以说都说牡丹。妈妈，欢迎到拉萨来啊！啊，仰慕仰慕。大花黄牡丹在内地当年播种，当年能发芽。但是在我们这个试验地，在拉萨这边，它确实需要3年。比如说去年收到的，今年播种，明年春天再发。
成熟的牡丹嫁接育种技术，一旦到了高海拔地区，似乎就有些失灵了。事实上，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延长了牡丹育种的周期，也增加了增秀丽工作的难度。大后黄牡丹做亲本的时候，至少得六七年才开花，那你开了花还要做性状鉴定，至少要稳定三年，那这样下来没有13年，也要10年才能完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在忧虑说，那到我退休的时候那新品种能不能出来，每年反复的做了工作以后能不能达到我们一个预期目标，我是忧虑在这一块。又是一年花开的季节。8年前，曾秀丽在一次野外植物考察中，将一颗大花黄牡丹的种子留在了这户爱花的藏民家中。我是一颗种子，就是一个种子。我是看到你的比野外的比好多家，比我们都长得好，我们南山没这么好。啊，这是又长了一个。偶然的一个举动，未曾想会收获这样的一份惊喜。今天，种子不仅活了，而且花开正艳。开了多长的花？一个月可能。一个月啊，一个月。那你的花期还真够长的。一个月差不多。我们确实很意外，大后黄牡丹的花期能够达到30天左右。哪些条件影响了它？是温度、湿度，还是降雨量？所以这个也是有待于我们继续做它的基础研究。这是学生吕元荣最后一次跟随老师做野外科考。毕业后，吕元荣将踏上自己的人生路。这快毕业了嘛，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也是牡丹花，谢谢。一双纤手绣制的花鞋垫，是学生对老师的告白。他们因一朵花相聚在一起，并不漫长的陪伴，却可能是他一生难忘的记忆。去年做了差不多400个样本，开展工作也是小李和我们团队的人一起协作的。下次我们继续努力，你们90后的加油啊！从35岁到45岁，曾秀丽所期待的成果仍然无法预期。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在开花的年纪加入与花为伴的队伍，这是他们人生的一种独特选择。曾秀丽已不再年轻，但10年的坚守，她已将一颗探索未知的种子埋在了这些青年人的心里。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要憋着一口气，要把那个气一直坚持的往下走。陕西延安万花山，相传花木兰解甲归田之后，将征战途中收取的牡丹种子播撒到了万花山上，结果这个牡丹种子繁殖特别好，越长越旺，然后繁殖的也特别多，越来越多。于是呢，我们这个万花山呢就变成了一座牡丹山。花木兰在临终前呢，她还告诉自己的后人要把它埋于我们牡丹山的对面，让她每天呢都可以看到满山盛开的牡丹花。万花山的对面，一座纪念祠，古朴而庄重。木兰祠内，花将军三个字苍劲有力。花将军是后人给这位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别称。每天日出日落，花将军都会凝望对面的万花山，那漫山的牡丹也一直陪伴着他，年年岁岁，落红化春泥。7月，铜陵凤凰山，营养富足的土地。
滋养了饱满的果荚。烈日炙烤下，当果荚由青绿色转为蟹黄色，深褐色的牡丹籽破荚而出，这是牡丹种子丰收的时节。牡丹花的枯枝叶渐渐在枯萎了，花籽已经基本掉落完毕，没有发现有任何病变的情况。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清理银瓶牡丹旁边多余的杂草和枯枝，随着绳索慢慢接近，再近距离看一看这株古老神奇的牡丹，这是国民之花的千古传奇。新的一批种子给了桑秋华新的希望，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方法，他相信这一次能够拍到满意的种子发芽过程。为此他的照相机要持续不关机2个半月。我认为这个牡丹就像人一样，就是为了最后一个绽放，燃尽所有的光。谁终将山正人间，地长久身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相信一颗种子，等待一次生命绽放。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美的信仰。冬去春来，牡丹花事依旧，而岁月之中，谁非过客，知道花是主人。